据贵州省纪委监委11日消息，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杨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公开简历显示，杨慧，女，苗族，中共党员，1973年6月生，籍贯，出生地贵州毕节，1994年7月参加工作，大学学历文学学士，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他曾任贵州人口报社助理记者、贵州省人口信息中心记者、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、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。2015年杨慧调任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、副主任。2018年回到贵州省卫计委任党组成员、副主任。当年11月任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。2020年8月任省卫健委党组书记。至此番任上被查。